哇，这个比赛是好刺激啊！一个青铜和一个王者在哪？居然还在僵持。哇！全靠手气，我今天把字幕，你就是这个衣服穿对了啊！真的，我今天衣服真的是。对决结束，请姐妹们前往清算区。小青姐姐，我们今天大赢家。接下来公布最终战绩，再次恭喜左小青成为今天的杠上金花，陈子彤成为杠上银花，阿兰成为杠上铜花，袁永林成为杠上差点花，而今天的杠上无缘花，江映蓉，请在转盘上转出你的专属名字。我的小名叫花，居然叫无名花。我是银花吗？难道铜？你是银花，还有铜花？哇哦！好，那姐位三位姐姐，我们在旁边就可以了。我要干嘛？你要，我们现在要请你来做你的真心话大冒险。你站这边，站这边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人间劝架师，本子你转一个，人间掰撕掉就知道了。不是让你摸，是让你转，快点，你现在不会转呐。哦、oh, ，OK OK OK。哎，到底是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呢？人间拜腿啊，拜拜拜拜，呀呀拜师，拜腿师啊，呀呀呀，我来试了点了呀。哦，同时翘二郎腿，你会先掰谁？哦，最先掰娜姐嘛，最后掰陈子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已经办不超了。每个人都被你打，被他打过了吗？都被打过呀。娜姐你也打了呀？没有打过，我不敢。那说拉手，那说拉手，那说拉手。打他我不敢。我看还有一个新闻，你是第一次掰那个谁，掰那个蒋雯丽、蒋雯老师腿，蒋雯老师。他是表演，扒他了你一眼啊，瞄我一眼，然后他又超上去了，然后我又给他掰下来，然后他就笑了，然后他就笑了。所以现在是每个姐姐都永远不会翘二郎腿了，不会，就是你会自动条件反射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比比写了一个贺卡说，求放过，不要掰我的二郎腿。他就是很享受，所以我就没有去掰 BB 呀、啊。这真的不行吗？真的有问题？对脊椎不好吗？真的对脊椎不好，真的不好。来，我们也是再还要再问你继续吧。哦 ，OK OK OK， 配当主唱吗？这个挺好的，因为有这么多歌手在嘛。啊，问一问这个问题，其中谁是第一 vocal？ 小金姐。可以，我们的 C 位 vocal， vocal， 颜值加 vocal。什么？你们别笑我。没有第一功的时候，你记得那个你们唱那个现在请随意的时候的那个 vocal 吗？你不要再去想了，就让它随风，让它走。就很好听，好听吗？你自己是没有自己听吧？我没有听，我你就是怕得罪我们三个嘛？哎，这样的，长生姐是最好的，然后我们三个你再选。你好坏，你还真的逼他一定要选一个。哎，你不如回答一下人间劝架师。好，人间劝架师。好，以下姐姐的名场面中，你最想坐在谁中间？对视中的杨钰莹和那英。吵架中的李菲儿和张馨予。休息五分钟，大家好不好？喂。我们练了多久呀？学会啥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正常的休息五分钟是很调节下来是更好。我们数一下，我们一共从今天下午开始练才练多久啊？杜华给阿兰评最低分10，实际上我还是不满意的，我给你打了个最低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为什么这么问了？为什么？你先说一下这个分析为什么会想问？因为。你之前这样了一下吗？让你相信我。我只是希望把问题解决。好了，所以就想想坐在谁中间。你的蜜桃臀。哦，你的蜜桃臀。哦，出圈了吗？你那个臀。哦。那就阿兰吧。好，坐在我中间是吧？对啊。好。
因为我会，因为我会本能的想要去保护她，因为她是那种小公主，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被人欺负了，如果我在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去隔离一下。是的，去隔离一下。对花姐说，走开。关键你要去隔离谁？你是要隔离？那就隔开，隔开。对不起，我今天的普通话有点问题，隔开。姐姐们，啊哈，让你就是上了那个什么最大的什么榜，什么什么金榜，什么金花。好假呀！没有，但是真的很开心，我们可以去打麻将，我们以后一定要再打一次，好不好？